下個樂壇目標啊，更大嘅地方。係咯，即如果你問演唱會，咁當然係上一個去更大嘅地方表演啦。希望逐步逐步上啦，同埋希望我哋嘅表演越嚟越多元化，越嚟越精彩，越嚟越多觀眾可以感受到我哋嘅感染力，咁大家就越嚟越，我哋係越嚟越團結，樓下嘅朋友越嚟越團結，咁個力量就越嚟越大啦。我哋希望咁樣嘅。即係覺得完咗呢個演唱會，反而覺得係，因為今次有好多唔同嘅前輩啊，或者好多唔同藝人朋友嚟睇，咁佢哋睇完都俾咗好多正評我哋。咁其實今次係好多藝人朋友都係第一次真係交流，咁反而係覺得今次演唱會真係係覺得我哋都好似融入咗落呢一個圈子度咁樣，反而係有呢個感覺咯。同埋有咁多前輩嘅鼓勵支持啊，我哋都覺得哎呀抵啊！我哋呢個辛苦係抵啊，叻仔啊咁樣。又嚟啦！聽日要開工嘅舉手。O K 嘅，不過最緊要有工喎。感恩 ，O K 嘅，係啊 ，O K 嘅，所以冇都好，即係呢個時期有嘢做都係好開心嘅，係好事嚟嘅。咁冇啊，繼續去咯，繼續一齊衝咯。今日係咪最先喊？係兩個鐘頭最先喊，係咪意料之內嘅？呢、這個就是意料之內的，佢成日一上飛船扣緊個扣已經開始喊嘅，唔係因為真係見到嗰個扣，見到扣本身見到呢一個場景，其實就已經好想喊嘅，咁所以一見到同埋一開燈見到大家嗰啲應援牌咧，應援嗰啲手幅，其實係上面有寫埋啲字咧，其實好感動，一望就覺得好想喊。啊，同埋因為我哋嗰 part 嘅表演係。講一些關於我們一路以來的成長、啊、大家 會想起一些回憶，以前大家由造星一去到現在，即是 even 身邊11位的兄弟啦，接著觀眾啦、fans 啦，會想起很多回憶的、哦、我們終於開完六場的演唱會了，今天尾場，所以有這個感觸咯、還有我們看到對方的眼神的時候，那個看到對方哭呢就會忍不住，即是 Jeremy 我是第一個看他，為什麼已經哭了口呢，紅了流了鼻涕，樣我看到他我都忍不住，然後我看 Anson Lau， Anson Lau 又哭，搞到我都忍不住，因為我看著下面的燈牌和觀眾，即看著我就覺得、啊、我們這幾年，不是這幾年，即是這兩年，其實可能我們12個每人不同都有些不開心的事，可能屈埋在自己心裡面，有些困難的時候，但其實 fans 都仲在這裡、即我覺得這件事是很感恩，即我覺得、啊、究竟我們憑什麼呢，為什麼大家都還可以在這裡還支持我們呢，即我覺得這個感動是令到我自己想哭。憑什麼呢？是的，謝謝，謝謝。